谢谢所有的幕后团队们，谢谢我的对手，他们给我很大的力量跟火花，在现场帮助我很多。我可以站在这边，一样是所有后面的团队把我推在这里的，所以没有他们，我就不可能在这边感谢。这个奖是属于所有幕后团队的。谢谢你们。最后我要谢谢我自己，谢谢我自己一步一脚印，谢谢我的家人，谢谢他们在我的背后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，谢谢我的经纪人，谢谢我的造型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第58届金钟奖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主角奖，得奖的是徐伟宁，她和她的她，恭喜！演出精湛沉稳，为不断翻转的谜团穿针引线，立起叙事的精准坐标，内敛细致的勾勒出两个独特的角色轮廓，在脆弱与坚韧之间，情感流露，真挚动人，展现出复杂且迷人的人性光谱。谢谢大家。谢谢金钟奖评审，谢谢 Netflix，谢谢八大，谢谢黄文创、如芬姐，谢谢四方四鱼，谢谢制作人 Sam、雅婷，谢谢导演卓立，编剧文玉芳姐。谢谢所有的幕后团队们，谢谢我的对手，他们给我很大的力量跟火花，在现场帮助我很多。我可以站在这边，一样是所有后面的团队把我推在这里的，所以没有他们，我就不可能在这边感谢。这个奖是属于所有幕后团队的。谢谢你们。最后我要谢谢我自己，谢谢我自己一步一脚印，谢谢我的家人，谢谢他们在我的背后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，谢谢我的经纪人，谢谢我的造型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最后再一起看向右手边，来，伟宁看右边。好，转向右下角的第一排，中间第一排，中间二三排看一下，扫视一下各位高度关注的影后的所有的摄影师们，谢谢你们。来，最左边来一张，最左边。来，第二座金钟到手，恭喜徐伟宁，谢谢。刚刚有没有漏讲什么感言？要不要补一下？维宁，第二座金钟到手的心情如何？有直播的画面，看那一台。嗨，嗨。上一次是6年前，十对，六个16个夏夏天，天。对，所以感受其实还是很像新鲜人一样，就是很久没有这样子的感觉了。然后一样，我觉得还是很谢谢。黄文创、如芬姐、八大、Netflix，他们愿意诉说他和他的这样子的故事，不容易拍，然后很开心我们大家都完成了，然后当然也是谢谢我家人啦，因为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很不容易的时光，然后但是对，你的男人，戏中的男人李成斌说要办流水席庆功，那请问您呢，影后？我先去看他怎么。
摆那个伴，我再决定我要怎么办好。第二场的流水席，对，是吧？恭喜哦、嗯，今晚好好庆祝他和他的他影后徐伟宁，恭喜第二座金钟到手，谢谢。